台湾真的缺电吗？能量大于就是我们用电的负载，而且我们还有备用的容量在那边，民众再怎么样用电，其实我整个电源来供应的其实都够的。与农抢地，民代勒索，绿电发展雪上加霜。放弃摩天，放弃摩天，反对这边，反对这边。考量到这个行为的这个恶性，所以还是两组熄灭的提出。对抗暖化，降低排碳，重启核电引发论战。我认为核能发电用化石燃料取代，人类灭绝会走得更快。能源转型关键时刻，精彩内容请上网搜寻新闻高峰会。